最佳男主角。同时呢，小明哥是因为电影作品《最后的真相》音乐剧综艺节目，看来来到我们的幸运盲盒区，选择自己的幸运盲盒的幸运签啊，看看喜欢哪个数字。化妆的陀螺，里面还有个幸运签。这样的前辈和老师们，他们一直为这个行业默默地坚持着、努力着，那些优秀的作品才能呈现在大家面前。一个演员通过作品被更多的观众看到，也正是因为有无数台前幕后的老师们，他们愿意让我们演员站在他们的肩膀上。谢谢，谢谢所有的观众，也谢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鼓励和认可，我们一起成长，我也会继续加油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再次把掌声。欢迎陈毅哈，目前陈毅稍微休息，待会期待非常的表现哈，谢谢哈。